参与阿三的Sunlee Agency企业战略会议。在今天从阿三的实务，还有就是团队，还有就是整个企业战略会议的流程呢，只能够说100分。再来就是他的团队，真的每一个都很火，他们出来分享的都是带着那种很专业的知识在。我还以为我会闷，我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没有哦，每一个环节我都是听到津津有味，因为原来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原来有很多我们以为不能够 claim 的，其实可以 claim 的，原来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原来还一点点的保费罢了，我们就可以保住很大的一个利益。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要不要介绍一个好的 agency 呢，我一定会推荐Sunlee Agency。Hello， 我是 MDMT005 的 Alan。很开心这次来到Sun的这个企业战略会议。保险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一定要买，不买就会吃亏，可是到底怎样买的对，怎样又可以买到安心，到最后还可以 claim 到，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它都牵涉很多的细节，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在这种时候呢，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有经验又负责任又非常厉害处理这些事情的保险agent就非常重要。那么我很开心在005这边认识到阿三和Sunlee Agency， 他们在这一行里面有超过20年的经验，而且是专门在处理这杂险理赔这一块。认识到他们让我真正了解到，原来杂险里面有很多的小小的秘诀，很多的小小的诀窍。其实买保险不是买到多就好，应该要买到对，买到刚刚好。那么交给他们，我们就真的是非常放心。今天来到Sun的企业战略会议，真的是价值满满。Sun给我们的就是保险在索赔的部分，还有我们真正需要什么保险，对我们做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Sun今天的企业战略对我来说是满分的，因为无论在保险的价值，还有今天他所有的团队眼睛都是有火的，善的文化也做到非常好。接下来我想对善说，希望你接下来你的商业保险之旅火火红红，越做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k Sophia。那我今天来到阿善的这一个企业战略呢，第一个我真的觉得阿善的所有的团队对这一个保险行业的那一种热忱还有那一个专业度是让我今天有一点什么惊艳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可能很多年来我们都是知道要买保险或者是要买些怎样的保障，可是我们对于保险的这个领域其实那种认知上是很浅很浅的。然后通过今天的一整天的这一个企业战略的分享，然后终于我明白，哇，原来保险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认知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今天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然后当然要谢谢阿三的这一个热情跟他的团队给我们分享满满的这个知识，让我今天收益满满。祝福阿三的团队越壮越大，然后当然我觉得可以服务更多的顾客，让所有马来西亚的人民可以更多的受益。很感谢阿三今天很用心很花心思的准备今天的战略会议。那今天阿善的分享呢，提醒了我们很多关于保险的知识，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那我很期待阿善未来还有他的团队可以在保险这一方面分享更多，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大家。我们是